带前的话，你们去正手去也行，去反手去也行。再来就是重心，这个我要强调，好多人重心都是特别高，这样的话你们没有办法去启动和打连贯，重心必须要低，你们这个腿部和你们这个上半身重心全部要保持低的。好，再来这个拍子的准备，准备的时候好多人都在这个位置，这样准备，这样准备，如果人家打你反手区，你得从这到这一个位置，就耽误你们的时间。再来，羽毛球的飞行速度是很快的，你们从这到这已经耽误了很多时间，所以必须要在你们的正中间，高度差不多到胸口的位置就可以了。这样准备，你们这样准备去正手也快，去反手也快。还有这个举拍的状态，好多业余球我们基本上是不举拍，打完球了之后手就这样，这样一样的道理。当球来的时候，你们得从这个位置再举上来，就已经耽误时间。如果你们养成一个举拍的习惯，基本上你们赢对手的几率就是50%。这一些就是最正确、最基础的准备状态，你学会了吗？